现在一成在我身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喂，怎么了？手背后面干嘛？拉链。这款是我们家独有的情侣 T 恤，两位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去试一试。可以单卖吗？这个不可以，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，上面这个爱心呢在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会变成红色，所以不能分开卖。那算了。哎，你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变成红色。那我去试一试。你怎么也？我好奇。你的怎么是红色的？肯定是我的不够热。想陪你放烟花，把对你的爱变成浪漫的童话。对对对，你要做我的宝贝，对对对，我来做你的守卫，幸福支配，绝不让你掉眼泪。做我的宝贝，对对对，我来做你的守卫，幸福支配，有你的生活才是最完美。嘿耶嘿耶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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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你要做我的宝贝，对对对，我来做你的守卫。拜拜。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车。好的。一成，你可算到了，安德鲁就在房间里等我们，走吧。好。今天难得一家人在一起，这样吧，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家里啊。妈，我们还是好。你为什么答应留在家里啊？哎呦，不想听我妈念叨，什么头疼、胸口疼，麻烦。医生，我真的怀孕了。恭喜你，已经6周了。你丈夫没来陪你啊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呢。
你是想给他个惊喜吧？也不知道是惊还是喜。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，你丈夫知道了也会开心的。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个孩子的准备。怀孕初期的孕妇啊，都会有这方面的焦虑。你们要对自己啊有信心，最好呢跟你丈夫好好沟通，别做出什么后悔的决定，啊。嗯。医生啊，刚才那个女孩她怎么了？您是？我是她爸爸。啊，我都跟她说过了，怀孕前三个月注意一下，别的没什么大问题。啊，谢谢啊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就……你干什么不接我电话啊？喂，一成，你能来帮帮我吗？黎曼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不小心被烫伤了，好像很严重。那我现在过去。不会是我没接到他电话，生我气了吧？江一成，喂，江一成，现在有人跟踪我。是我，现在一成在我身边。你有什么事吗？喂。水泡有没有破？